音大哥来到咋说，咋说人生距离的手再不敢多 Cipla 代表长沙欢迎大家我的风向长说起你咋说哈喽亲爱的朋友们，我要去长沙啦。然后这一次呢是跟朋友一起去，大概要在长沙待个一天半的时间，然后主要是看一下长沙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然后跟你们分享。那我们等会再见咯，拜拜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这是红点的，就表示这个位置上面是有人买票的。这个绿点的，就是表示上面这个位置这一段是没有人买票的，所以大家下次以后要坐什么，对别人的位置的时候，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人买过票。是上一家店，但是看起来蛮不错的啊，我们就去吧。哇，拌粉来三份吧，然后烈火牛肉两串，这是什么呀？鱼汤啊，素桶，这是素菜啊，牛油一串一串的拿嘞，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是不是他说的这个呀、啊？刚刚那个女孩子是不是说了一个这个蒜苗丝啊？应该是这个吧，蒜苗粉啊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小的混鸡，这不知道什么、啊，这是牛肉吧，还是什么？混鸡，什么呀？素鸡，哦，素鸡。拌粉，拌粉，好，拌粉。是不是这个香味太？这个香味是从你拌里面拌粉的这种感觉里面拌出来的。拍视频就交给你们了。我来拍视频，到时候来剪个 vlog。我们直接偷就好了。好，是。湖南 vlog 好久不更新了。你说了第一集。因为他的最新视频，好的，牛肉嘛的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鱿鱼。
哇，爽，没事，现在太夸张了，没事，也比较安全，比较经济，很方便。这是什么？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好嗨哟，感觉整个世界只有我最要。好嗨哟，好嗨哟。哇，这一桌真的很爽哎！哇，快点开始夸人表情。I'm so sorry。妞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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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妞妞。这个小，俺吃妞妞。老几人都说可爱的吗？哇，这很棒哎！闻的香味。对啊。很地道，适合看火的高温，是吗？超级好吃，真的吗？哦，这很棒哦，超级好吃。给大家看一下长沙罗志祥。不是跟你吹，真的超屌，超屌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啊，很快乐。天哪，晚上的门可以，可不可以？还不清楚。这家，就是这家店吧，就是很网红，然后就是里面可以拍照的。我们现在在华远华中心，纯 K。所以我们这次住在这里。那小花，我的衣服，我的章子怡同款就这么坏掉了。Morning， 早上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四姐面馆，是叫四姐面馆吗？四姐粉面馆。OK。和茶颜悦色，然后都跟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的近，大概就200米的样子吧，是200米的样子吗？没有什么人，平常不会来这里吧，本地人？我觉得应该不会，而且这个地方感觉有一点特色，故乡嘛。现在人好多呀，四姐面粉馆，你看人真的很多。现在真的好饿，然后我去托子街那一家，差不多它也是10:30开门，所以正好时间我买过来，就可以边嗦粉边吃面，开心。然后我要点它的畅销。我们现在在华园，我感觉快到了。像茶颜悦色冲进，我到了，但是现在真的还没有人，所以能不能点呢？嘿嘿，我到了，现在是完全没有人，所以想买两杯畅销款。我已经跟那个小哥哥说好了，他现在在准备。这边的点呢是椰奶拿铁跟生生乌龙，然后这两个都应该是很畅销的。奶茶配，
免费吗？第二天，昨天晚上呢，我们到达了长沙，然后我们去了长沙特别好吃的小街，叫做白沙街，然后我们去了一家烧烤店，叫蒙众，尤其推荐里面的葱油拌粉，超级好吃，真的是超级好吃。然后那家也是个网红店嘛，大概我们等了55桌才进去。然后我觉得里面的肉啊都非常好吃，然后有个叫烤鱼都已经卖完了，然后还吃了超级好吃的炸鸡，我到时候会把那个店铺的名字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去吃到了四姐粉面馆，然后也是很多人排队，然后有外地的朋友还有本地的朋友都来吃，然后在坡子街上面，然后我就顺便买了一个茶颜悦色，就是四姐粉面馆，它在坡子街，然后坡子街呢上面有几家茶颜悦色，然后我就走的最近的一家买了茶颜悦色，然后就是买的是这两杯，然后这个是茶颜悦色的热销款，这个名字叫深深乌龙，然后这个叫幽兰拿铁，然后深深乌龙呢就是上面是没有那一层奶盖泡沫的，然后幽兰拿铁这一款上面就是有点像奶盖一样有一层泡沫，但是我比较推荐的是幽兰拿铁，因为我觉得幽兰拿铁的味道就是比较清新比较好喝，就是深深乌龙有一点点小怪，就是你可能喝完茶之后你会感觉到乌龙的清香，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幽兰拿铁，然后上面是有榛子的吧，有一些坚果在上面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会去橘子洲头和国金去看 cos， 拜拜，我们一会儿再见吧。我们现在要去一盏灯了，一盏灯了，一盏灯，我们到了。哎天哪，我的毛头发。然后不是什么情况？看到了，他应该是可以自己尝。是的。要买 cos 了。是一个艺术广场。我们现在要去吃什么？天宝兄弟，不是 Angelababy， 应该是 Angel Brother。天宝兄弟。有点汉子气势后，我一直觉得哪里。一到夏天，大哥扯淡，打败板凳架起，大人吃的金杯，啥些伢子吃的扯皮，你左边哇哈哈哈，如果碰到我心里有点黄心，好看。大哥，相信你。你真的真的不会凶，还没开始呢。什么辣的炒肉，你不看看这个？我想再拍，我觉得这个太逗了，居然这是个地标。就是的，那个妹妹给我推荐的，看一下。太平街的嗨，快点拍我！我现在在太平街。哇哦！到处都是我的朋友。走，你看你听不懂，你也学不懂。
开心哦！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昨天去的一些地方，然后我们去吃了一盏灯，然后是个湘菜，中午吃了一盏灯，非常非常好吃，但是也要排队。然后我们又去吃了那个知乎的茶，就是茶颜悦色的一个子品牌，它是可以外卖的，茶颜悦色是不可以外卖的，因为茶颜悦色需要10分钟之内吃完。然后有个特别好喝的叫人间烟火，然后晚上我们去了 Space。